给我就行。那就这边吧。可以夹一下就行。这个坐姿可以吗？我觉得有点，他往前坐一点。Hello，Hello。OK。先打个板。OK。如果用“这就是”来造句，来描述一下你对《这就是街舞》这个节目的感情，你会说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。我们先看看总决赛协调会吧。今天这个开会的赛制流程就是当天的，基本上是整个完整流程了。首先第一个开场，我们是在26号交台，27到29彩排，30号直播。我是25、26两天，我在罗湖路过所有的这种才艺，就是总决赛才艺。我这就太快了，日子过得太快了。怎么一下突然到总决赛了？上一届街舞总决赛也是直播嘛，然后当时我们说安排一个小的片尾彩蛋，就说这一季会有很多国外大神来。Yo, what's up, guys? This is Puppet C from VR Wonderstar in Switzerland. 在当时我其实就跟陆伟说，我说一定要这样嘛，我说你这个吹的牛，第二年要圆呐，你后来。他说放吧，没事儿。结果今年其实最难的其实就是请这些国外的舞者到那个国内来吧。当时办签证非常困难，当时我们办签证的小姑娘也说，哎呀，鹿岛太难了，我们要不要你就这么几个够了。我说不行，一定要有欧洲的，一定要有那个亚洲的，还一定要有美洲的，就是这些州里面一个州都不能少，哪怕那些州太难办。我只是想让他们来中国看到就是现在的中国社会的情况，以及就是说他们在这里能够跟中国的舞者们在一起，非常难得的有一次交流，这点是很重要的。昨天我过了所有的这种才艺，我觉得是有挺大问题的。第一个问题是在于今年我们这个屏啊，是个机械控制的屏，环形的三块屏，这样吊着的，可以降下来的。所以现在大多数的舞者都提出了非常复杂的道具要求，在我看来非常不划算。如果是那种用来变换队形的道具，比如高低错落有致，也就算了。就道具如果只是一个景，那你还不如用屏。我现在听起来有很多道具的使用是没有必要的，毫无必要。你昨天开的才艺会了？我刚跟他们说了呀，我刚跟他们说了，就让他们说尽量少用道具。不可能的呀，因为我道具做再好再好，它不可能做到影视道具那么精美的。可以的呀，花钱就行了。没钱。今天之所以叫两位来开会，是因为我的内心有点担心。我们这次是直播，还是希望每一个总决赛作品都能够非常完美的呈现出来。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，他的舞蹈主题应该是讲的是街舞的传承吧。主题对我来讲很重要，我一定要想清楚这个节目想告诉大家什么，这是很重要。我们平时在开会讨论的时候，我说这一季叫 Battle for Peace， 然后陆伟很矫情的把那个 Battle for Peace 翻译成中文叫与子同袍。当时我把 Battle for Peace 翻译为与子同袍，最早的一个版本是以武会友，但我觉得以武会友太通俗了，就是它没有这种意境。今年这一场是我不想强调的是国与国之间的文化的对抗，所谓的文化对抗是不存在的。那在我看来，文化是不应该被消灭的。那么所有的文化碰撞的本身一定是为了交融，谁也不是为了消灭谁或者证明我的文化更优越更高级，而是我们互相之间彼此有所吸取。才艺的主题可能是什么？就是为什么很坚持要有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？大概才艺主题是什么？我们一直想让街舞的舞者去接受的一点是，舞蹈本身是要传递一种情感，是要传递一个，讲通俗点是要讲个故事给观众听的，这才是一个艺术作品存在的价值。他必须得传递一些东西出去被人看到。看范儿呢，我说句实话，我是挺喜欢的，但只不过是舞台上没有理念的，没有精神力的，这个角色是打动不了的。一米二到一米五，你给我们最大的东西，其实你不知道，你的微笑，你有时候在台上的那口气，是我们想看的，不完全你的技术。第二个就是人很重要。其实我做真人秀节目，我对人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赛制和模式。
我唯一难受的地方你知道在哪里？就是这四个都下来了，四个舞队都在场上，他 A 先跳完之后他干嘛？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赛制和模式里面，就是你要把人呈现出来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觉得舞蹈本身没问题，可以问问看他就是为什么会选择《黑客帝国》这么一个题材来参加这个总决赛，他可能会怎么来讲述主题的意思。我说实话有点慌。慌的主要的原因是在于，就是因为这一次我们是有史以来才艺最多。第二个呢，是它是一个包含了多国街舞文化在内的一次直播，这个直播本身对我们来讲考验是非常大的。来，我们先来说一下大概的想法吧。陆导是这样子的，就是那个幕布落下来之后，舞台上面会有这些，就是比如说楼梯啊，还有那种高度的台子，就是一个装置在上面，然后他们的那些伴舞会在上面跳。幕布啊，幕布的效果可能不如大家所想象的那么的好，就是灯光从背后打上来以后，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比较鲜明的和立体的一个效果。但是我们现场的灯光可能会是非常亮的，这样的话现场气氛会很冷。他们现在就是有一点点纠结用不了幕布的那个事情而已。最近发的是灯还是屏？灯还有灯管灯，有别的管灯还有，就是放龙饼。不是你对内的屏的话，你岂不是跟后面的大屏是冲突的吗？不是，你是内的呀。对呀、啊，它不一样，它的景深差这么多，包裹着它演。方老师是这样的，斗屏是一定要有的，是啊，间画面。但是你这个屏应该高一点。不是，我再跟你解释一遍。其实对于镜头来说，它可以这样做。我懂了。你有活动屏嘛？就 HP 的那个。对，就满足了。行吧，别纠结，过吧。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其实是做舞蹈很多年，然后我记得当时是我跟东哥，我们两个在一家火锅店，说今天跟陆伟谈一谈，看他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很难的任务。又在那个当下，然后另外一个平台的舞蹈节目已然要启动了，所以我们俩就设了个鸿门宴。我开始还以为他想让我继续做总编剧，那我说行啊，我说反正上次也合作过。他说不，他说这次想让你做总导演。当时其实是两个难点，其实最大的个难点是对于选手毫无把握，比对方晚了差不多有3到4个月。这3到4个月的时间差，对于竞争的真人秀节目来讲，简直是致命的。对方是做了一次看片会，然后很多媒体记者我们也都认识嘛，然后最后传回来的信息都是非常好看，然后内心是有一些慌的。因为在做这个节目之前的时候，我是把整个街舞圈的精神作为一个这个节目的一个核心点，就 peace love respect。 但是这个东西是什么，这件事情我认为是石头和王子级的 battle 告诉了我们整个节目的口碑可能也是从那场之后开始变好的。